鸽子停在他头上，又有父的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的慈爱、基督的圣宠、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大家早安，神父早安。今天是耶稣受洗日，若翰给众人受洗，这个是为了让他们悔改。耶稣给人受洗是为了赦罪。那今天耶稣来到若翰，要受若翰的洗，是不是耶稣也需要悔改呢？是耶稣要加入我们罪人，虽然他是没有罪，但是他怜悯我们罪人，所以他来生活的像我们一样，为了帮助我们脱离这个罪恶，他加入我们，把我们带去离开这个罪恶的状态。现在我们大家认罪，准备我们的心，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的重罪，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，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当基督在约旦河受洗，圣神降临在他头上时，你怎隆重地宣布他是你的爱子？我们已借着水及圣神得到重生，成为你的义子。求你使我们常能保持对你的孝心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恭读以撒意亚先知书。上主这样说，请看我的仆人，我扶持他，我拣选了他，我喜爱他，我在他身上倾注了我的神，他要为万民带来了公正，他不喊叫，也不喧嚷，在街市上也听不到他的声音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熄的灯火他不吹灭，他要忠实地阐明正义，他不沮丧也不失望，直到他在世上伸张了正义，群岛的居民仰望着他的训诲。上主，我为正义召唤了你，我必提携你，保护你，我要借着你跟世人立约，我要使你成为万民之光，你要开启盲人的眼睛，把被囚的人领出监牢，使黑暗中的人得见光明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上主把平安赐予他的民众。上主把平安赐予他的民众。天主的子女，请赞美上主，请将上主之名的荣耀归于上主，穿上圣洁的华服，朝拜天主。上主把平安赐予他的民众。上主的声音响彻水面，
天主以雷霆显示尊严，上主临于澎湃的水面，上主的声音具有德能，上主的声音具有威严。上主把平安赐予他的民众，凡在他殿中的都齐声高呼光荣。上主高居于洪水之上，上主将永远安坐为王。上主把平安赐予他的民众。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亚，赞美天主。忽然天开了，有圣父的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从他。赞美天主，阿门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马窦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，耶稣从加利利亚来到约旦河旁若翰那里，要接受他的洗礼。但是若翰阻止他说：“我本来应当受你的洗，你反而来找我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就暂且这样做吧，因为我们应该以这种方式完全履行天主的旨意。”于是若翰就答应了他。耶稣受洗以后，立刻从水里出来，忽然天为他开了，他看见天主圣神好像鸽子一样降下来到他身上，又接着从天上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大家平安。神父平安。我在2008年是第一次到耶路撒冷去朝圣。我们从北部加利利亚上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我们沿着约旦河西边往耶利哥，快接近耶利哥的时候，我们当地的导游就指向下面的那个山谷，说耶稣受洗的就是在下面，但是现在呢还没有开放。考古学家他们已经证实了，他们已经发现了耶稣受洗就是这个地方。很好奇，很想要看见耶稣受洗的地方。过了几年以后，就再一次的去耶路撒冷。后来几次也是一定会安排到耶稣受洗的这个地方。到了那边就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的朝圣者，从不同的国家，有的从印度，从欧洲，从亚洲，这里也是很多的，他们就到从南美洲到那个约旦河受洗。让我们看到水是非常非常的黄色的水，是因为经过了沙漠，从北部下来的，北部水是非常非常的干净，但是经过了沙漠水就变色了，变颜色了，变黄的。虽然是这样的，有很多人还是愿意在那里受洗，在这神圣的地方受洗。今天我们所庆祝的就是耶稣受洗。那我们可能问，为什么耶稣来到若翰那里要受若翰的洗？他需要悔改吗？那如果他需要悔改，那意思说他有罪，他真的是有罪吗？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，他跟我们一样除了罪以外，
都跟我们一样。那耶稣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让我们看，从旧约跟现在耶稣受洗的，我们可以做一个连接。在旧约，人犯罪，人犯罪以后呢，天开了也有水。今天耶稣受洗的，也天也开了也有水。但是我们看那个顺序不一样，在旧约，挪厄的时代，天先开了，天开了以后呢，水才出现。但这个水从天上下来，毁灭了天主所创造了。以后呢，透过挪厄，天主重新创造宇宙，重新创造人类。在今天，耶稣受洗，我们看到了也有水，也有天开了，但是顺序不一样。先有水，耶稣进入到水里面，进入到水里面，他从水里出来的时候，天才开。那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在旧约天开的时候带给人是一个祸，一个灾难。那这个的灾难是因为有黑暗的力量，因为人犯了罪，人向黑暗低头，人犯罪。那这个黑暗的力量是由谁在背后呢？黑暗的国王是谁？撒旦。所以在今天，耶稣先进入到水里，因为水里有这个黑暗的力量。在犹太人的他们的想法，水就是有黑暗的力量。我们看在末世录，从水里面就出现了红龙，这个红龙就是代表这个黑暗的力量。所以耶稣他进入到这个黑暗力量里面的，战胜了这个力量以后呢，从中他出来的时候天开了，但是天开的时候他不带给人灾难，他不再带给人灾难，带给人是一个祝福，一个力量，是天主给人的爱，是新的创造。在旧约，天主重新创造人，先毁灭，但是在新约，当耶稣受洗的时候，也带给我们一个新的创造，我们变成新的人，是属于天主的，天主所爱的，是天主的子女。透过受洗，我们变成新人，变成天主的子女。这一切所发生是因为耶稣基督先进入了到这个水里面，战胜了黑暗 的力量，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方向，成为天主新的人，天主的子女。我们要感恩，感谢天主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受洗，我们有新的一个 ID， 我们的 ID 就是天主的子女，我们要珍惜我们这样的身份。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意象一起奉献给天主。天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天主，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全神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现给你，为光荣你的生命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神圣女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天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施予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一切恩人，施予教会首长、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
求你把分施七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，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，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卷起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以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羞恶。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礼程，你们去传报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我有平安如江河，我有平安如江河，我有平安如江河，在我心。我有平安如江河，我有平安如江河，我有平安如江河。在我心，我有主爱如江河，我有主爱如江河，我有主爱如江河，在我心，我有主爱如江河，我有主爱如江河，我有主爱。